读册哦，大家要读落哦，你呢拢办大状去。对。即个讲，我读大学，我甲你转去，免讲。拢爱看这老伙仔做，老伙仔无法哩啊，以后也都平平算啊，无法哩啊。尽量来当甲入院院哦，这老百姓较袂遐尼艰苦。有少年的要出来，爱甲你支持，赞。很多事情都是讲，你都是看过程嘛，哎呀 啊，然后反正我干嘛小农也是一个历练，这也很好。这次没选上，就下次还有很多次啊，对啊，也不可能一次就怎么样嘛，哎呀。处理爱把家业不孝的两不孝的两牛兄不孝还啊，应该甲因监督吼，爱甲因管理，安尼对咱农民较好。这是第三点，第三点。我的台语这样子，我台语恁听有吗？无有。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深入在地的一个管道，我觉得很好，而且看得到他的用心。我看伊建田建个哩哩啦啦，可是这个倒是很用心哦。然后去跟那个老灰啊、伯诺啊，然后跟他聊天，然后学台语。对啊，我看的其实蛮感动的，就是他在地化的那个过程。然后跟那个用心啊，对啊，就是他要切入在地的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啊。嗯、你看咱少年人是不是进步来？咧米家己种的吼，啊菜啊，咧莲藕嘛是家己种，啊豆粒嘛家己做，啊这才是农民的本色啊吼。阮就是爱安尼实实在在出去选地啊，卖是讲那种钱去买啥物物件给别人吃呢？安尼无实在啦，吼。这是实实在在的选举啊，吼，咱无钱咱就无钱啊，咱但是咱有钱啊，我家己有啥物，我就可以出来跟别人讲，跟别人讲。下面要再来，我们进站。好，我下面加油。